所以啊，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这个讲座 Health Talk in Chinese Long-Term Care。我刚才开玩笑，我自己本人都是非常的期待今天的讲座，多了解关于 Long-Term Care 的内容。因为我们社区可能就是比较少谈及这个内容。那像 CCCC 服务的这些对象很多是有 Medicaid、Medicare， 但是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不会有 Medicaid，right？ 只要我们有工作，都很难会得到 Medicaid。那我们将来的养老应该怎么办？就像我们广告词里面，我们老了，谁来照顾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很需要照顾的时候，才去想办法。那个时候就是这个负担可能就会非常的重，非常的那个，一下子就不知道从何着手。所以今天推出这个讲座，希望大家可以及早的去多了解，然后做一些计划，将来要用得到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狼狈。那今天我们会请来两位非常有资历的，首先就是 Tim Young 杨天明先生，看很年轻的这个演讲者哈，非常出色。是我们华裔的第二代，对不对？从 CCC 有一些渊源，然后也是我们每一个可能华裔的父母都希望有 Tim 这样的孩子，对不对？很出色。曾经在 Richard Montgomery 读中学，然后在Ivy League 学校里面完成他的那个 master 那个本科和 master， 然后回到我们社区里面给大家一些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保险方面的服务。那Wan Yang 就是杨万清先生，如果你是在这个人寿保险的领域，应该可能会很了解他哈。听到是一个大名鼎鼎的 top sales， 所以也是非常的有资历在这个领域。所以今天他们把他们的专业的这个知识带到我们今天的讲座。那讲座开始之前呢，想给大家稍微的讲一下我们 CCCC 近期的服务，这样子有一些慢慢我们的来听讲座的人慢慢进来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们一点点时间。那这个讲座是 CCCC Health 泛亚门诊这边来主办的，我们是一个社区诊所，大家看到，朱瑶瑶医生是我们的 Medical Director， 没有share哈，对，稍微，对，我们是一个社区诊所，然后大家看到，中间的这位，周武平医生是我们的创始医生，然后朱瑶瑶医生是我们的 Medical Director， 他们两位都有在泛亚提供这个基础治疗的这个服务。我们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社区诊所，所以我们有基础治疗，有物理治疗，有精神健康，有慢性病的长期这个管理的这个 coaching。也有一个社区的 outreach 和一些专门针对亚裔的一些健康的社区服务。提醒一下大家哈，秋冬季节这个感冒，现在我们要应付新冠，所以我们要及早做防范。所以今年的感冒针已经来了，欢迎大家来 CCCC 接种流感疫苗。我们也有 high dose， 如果你65岁以上需要 high dose， 就是高剂量的这个感冒疫苗，我们也是有的。只要你把那个保险，ID 带过来，我们都可以给你接种。提醒一下 Kaiser 保险的这些朋友，要回到 Kaiser 去接受这个流感疫苗的注射。然后另外一个消息呢，就是我们10月8号会有这个社区健康日，如果你留意 CCACC 的这个活动的话，你会知道每年的秋季我们都会有这个健康日，就是希望大家多关注自己的健康，从预防疾病的这个角度多了解，有什么样的这个事情需要留意。
那每年的惯例都是，健康日前的一个月，我们都会开放这个免费血检，就是这个预防性的血液检查，检验的项目就包括常规的三项，然后就是有乙肝的筛检和就是这个糖尿病血糖的这个检测，因为我们今年做这个高尔夫球的这个筹款和一些义卖的筹款。所以我们可以，血检是今年全部免费的，所以，主要的服务对象是一年以内没有做过体检、没有做过血液检查的人士。所以有兴趣的话，我们一会儿会，在这个聊天室里面把这个登记的链接，放在聊天室里面，你们登记一下就可以安排时间过来验血。然后，10月8号。这个健康日，你可以过来领取报告，然后也可以跟我们的那个医生，现场会有一些医生会给你讲解你的验血的报告。然后在这里也要感谢 Tim，作为我们这个 golf 的这个慈善高尔夫球赛的一个主要的赞助人、冠名赞助人，支持我们的活动，所以也是能让这个health fair 免费的血检可以成为现实造福社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所以感谢 Tim 作为我们的 title sponsor，make this happen。OK，那我们照也是照惯例，我们会一直提供这个新冠疫苗的接种。最近我们被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这个，最新的新冠疫苗什么时候有？我会可以告诉大家，只要盟军的public health 公共健康部门有这个最新的疫苗，我们也会马上就会有的，就是这个疫苗的供应。所以留意我们的新闻稿，留意我们的 newsletter。OK。那剩下的时间，我们就要好好学习这个long-term care 长期护理的一些知识。好，现在我就请 Tim Young 来帮我们做这个讲座。You get the stage。Okay. 谢谢，谢谢。大家好，我的名字是杨天明，我是95年搬到 Rockville，然后中学在 Tacoma Park 上了中学，然后高中在 Montgomery Blair High School，然后我家里人，我爸已经在这个 long-term care industry 已经干了25年了，所以我很激动能今天好好讲一讲这个 long-term care benefit。然后3年前，我妈正好成了60岁，所以我也刚给她开了一个 policy。所以今天我请我爸来帮我再用中文讲一讲这个 policy 是怎么，这个 industry 是怎么回事。All right, Dad, I'll let you speak Chinese now. OK，谢谢天明哈，也谢谢这个主办人，很高兴哈，我儿子中文还能讲一些哈，我们就说，天明啊，一岁就来了，其实中文他都不会讲，那在美国长大，肯定英文我们肯定是不操心，所以呢，我们平常交流我就逼着他讲中文，所以现在还好，这个听说还行。那个看和写可能还是有点问题哈，挺好，我简单介绍一下我哈，我那个我是到美国来，我是86年呐，从国内大陆到美国来读这个分子生物学，开始读硕士，后来又博士，博士完了以后就在我们 DC 这个 Bethesda 的 NIH 做了2年博士后，那么后来呢，感觉搞这个分子生物学好像，前景不是特别大，尤其呢，我接触了一些朋友介绍这个金融方面的介绍，那么我突然发现我到美国10年了，居然连这个最普通像 IRA 这种退休计划都没听过，所以觉得当时觉得哇，这样下去在美国就会很吃亏的哈，不管你各个行业做得有多好，但是金融这方面。如果不了解的话，那真是不行哈。所以我当时96年的时候，我就觉得，
一种责任吧，一种 mission 或者叫 crusader， 我觉得让我们这些华人哈，无论是来自这个大陆、台湾、香港或者其他地界，我们这些朋友们啊、远离各个家乡到美国这个来奋斗哈，来创业啊、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特别擅长自己的行业，比如说我搞生物的啦，又搞物理的、化学的、电脑的啦、机械工程啦，我们每个人在各自领域都非常棒、非常聪明，做得非常出色。但是恰恰最大一块就金融方面，不了解，几乎就不懂。我周围朋友问了很多，几乎就不懂。所以呢，我觉得这样是非常亏的哈。我简单讲一下这个金融方面哈，我们这做的业务。最原始我们从家庭，当然公司里像这些401k福利啊，我们都会给大家做。那作为家庭啊来讲呢，我们从小孩子做起，那么我们这个华人孩子都很聪明哈，几乎都上这个常青藤大学哈，像我儿子本科是在那 Carnegie Mellon， 就在匹兹堡，然后的 Master 是在那个哥伦比亚，都很不错。这个学费都很高，那怎么来准备这笔学费这是个学问哈，所以这个也是需要的。那个你成绩好可以得到 scholarship， 但你成绩不好家庭困难的话可以得到 financial aid， 那么这个 financial aid 怎么申请这是个学问哈，那个将来有机会慢慢再给大家聊。那做我们这个有家庭夫妇，尤其做我们这个一个家庭叫英文叫 breadwinner， 就是家庭主要收入人。像我后来我搬到这个德州了，像我们这边生活比较便宜，好多好多家庭只有男的一个人上班，太太在家照顾孩子，有两个三个孩子，有房子什么的。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男的万一出了一点点事情的话，那这家庭就是个灾难。所以说呢，这个 breadwinner 一定要有这个很好的这个保险，想把风险呢就 transfer 给了保险公司。那我们将来慢慢，我们今天看到群里这些朋友哈，也慢慢步入中年老年。那么首先就说退休，每个人我们工作一生，总有一天我们要退休。那退休的时候，我们就要使用我们这个退休费。那么有在公司上班的，有 401k 或者 403b。有自己做生意的，有这个 traditional IRA、Roth IRA 或者 SEP IRA、Simple IRA 等等等等这些。那么到底哪个东西、哪个计划对你们家比较适合？对你个人这个风险承受是个什么状况？所以这也是一个专业。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我当年我96年进入这行业的时候，这个题目还讲的不是特别多。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产品发展的也不是那么好，那么到现在大家这个寿命越来越长，在慢慢就是进入老年这个群体越来越多，那么这个问题就摆到这个日子上来了哈。那不管怎么说，大家早晚有一天会面临到这个问题，那这可是 guarantee 的哈。那么究竟这个事情怎么办？而且这个费用相当高，一会儿这个我天明放 slide 的时候我和大家简单看一下哈。那么如果你要没有做好这个准备的话，那将来这是个挺大的困扰，一个很大的 problem。 所以呢，我想今天Tim 和大家主办方主要的题目是讲这个 long-term care， 中文也叫长期护理。那么刚才我介绍的最后一个我们的业务，就是我们大家在美国拼搏了这一生，都小有积累了一些资产。那么将来有一天我们不在的时候，它不像我们在国内，我想台湾可能也是这个钱，哎，就给孩子什么分分就完事了。在美国不是，美国你将来人不在的话，这个钱首先这个你要所有的债务要付完，然后法院来帮你支配钱应该怎么弄。所以呢，如果你要不做这个遗产计划的哈，这个living trust 啊，这个 will 啊，这些你不做好的话，将来你的财产也是非常麻烦，很多时候还要经过 probate， 要九个月，这个钱财产都不能动。所以呢，就不能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愿来支配我们这个资产。
所以呢，遗产计划也是个挺大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很多人觉得啊，我也没那么多钱，也谈不上什么资产怎么分配问题。那么另外一个也和今天题目有关的，就是说将来大家有一天，年龄到了，就是说不能自理的时候，就神志不很清晰的时候，经常我们听这种 case 哈，说这个人哎呀年了或者病了或者 whatever， 到医院已经到了，就是说要用插管的阶段了，已经没有神志的情况下了，完全靠机械来维持生命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常常有个问题，到底是拔管还是继续维持？那这时候你要没有这种will 的话，那这个问题就很难办。所以说呢，这也都属于遗产计划里边一部分。OK， 并不一定说啊，你有几百万才需要做这个。事实上，我们平常每个人都需要做。哎，有人复杂一点，有人简单一点。Anyway， 这都是 general 的一些简单介绍哈。未来大家有需求的话，我们都可以一课一课的来讲。那么今天主要这个题目是这个 long term care。这个刚才提到了，我每个人 sooner later 都要面对的问题。尤其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虽然有子女，但是子女都有自己的事业，都很忙，也有他们的家庭，几乎就是说不要指望子女来照顾我们哈，将来有一天就是活动不很方便说。好，这一页是美国的这个寿命的 table 哈，就是个美国 longevity 一个 table。实际上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人寿保险那个设计就是精算师根据这个美国这个生命率来算的，大家平均活多少岁，然后保险公司要收多少费用等等，那是另外话了哈。那么这是看这个12年哈，我们平均大概是这个平均寿命是78岁，7.9，将近79岁哈。然后随着这个年龄，大家看这个寿命是在一点点的增高，到我们今年是79.0005了。就说现在医疗越来越发达，大家人口也越来越注重这个健康。你像最早时候92年这个统计数字，平均寿命才是75岁，就是个平均寿命了。那么那个92年、02年就变成77了。12年就变成78了，22年这就变成79了。所以呢，还是那句话，随着医疗的发达，随着大家对健康的重视，我们现在经常大家一见面说啊，应该吃这个，不应该吃那个，什么这个健康，那个是垃圾食品呢，什么 junk food 的。所以我们健康这个健商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呢，导致了我们整体人群这个寿命在慢慢的增长。所以呢，但是这是个好事儿，但是问题又说回来了，我们活得越久，那将来这笔退休的费用，将来需要人护理的费用怎么来解决，好吧？所以这就是面临着我们今天要讲的问题。好，那么长期护理大概是这样，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有这几个活动。你像有的公司一会儿可能会介绍这个Nationwide 的公司，他讲我们平均有6个生理必须要的6个活动，如果说你有2个不能行使的话，你就可以这个用这笔钱。你像我们将来可以在家，就是请这个 maid 来到家来照顾，来那个帮助我们哈，可以去这个adult daycare， 像这个老人院呐、或者是nursing home。或者 informal care， 或者 state qualified 那些 long term 那些有专门的 service， 或者其他。所以呢，不管是哪一种，在家也好，到那种老人院也好，反正总是将来有一天我们不能自理的话，就要需要人的帮助，好吧？那个下一页。OK， 这就说回刚才那一块，当你不能完成6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其中的2项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有资格来用这个 long term care 这个保险的费用。第一个我们就是这个走动运动，第二个就是这个紧闭哈，你要能控制住自己。第三个就是 shower 就洗浴，第四个就是如厕哈，就 toilet。第5个穿衣，第6个吃饭。
这些都是我们人生当中最普遍最基本的这些活动。如果这六项活动当中你有两个你不能自理了，你不能控制了，那么如果你做了这个 long term care 这计划，你就可以申请来用了。稍等我一下啊。哎，对，需要什么样帮助？OK， 没问题，我刚才来这个电话。好 OK， 好，这个插件护理大概分这么几类哈，一个叫做这个 home care， 就是可以请人到家里来这个照顾哈，就是 home health care。那么另外一个叫 assistant living， 可以有一些那些辅助中心呐、啊，可以到那。当然比较普遍的就是nursing home 啊，我现在美国各大城市都有这种nursing home。那么当然再高级就有专业护理中心，叫 skilled nursing facility。那么当然老到最后一天呢，就叫hospice care， 叫做临终关怀，那都是在这个医院里了哈。那么前面两部分可以在家里哈。那么这个费用的话，我这里讲 70% 这个 long term care claims 就是从家里开始，你家里雇人来照顾你，这要我们要付对方钱的哈。那这笔费用就可以你做个这个 long term care 计划，你就可以申请用了。OK， 那有10%是在那个nursing home。好，那么先想讲讲这个概率哈，到底有多少人可能需要这个？比如说我们讲了那个人寿保险，很多人感觉啊，我出事概率这个几乎是太少了哈，我身体很年轻，我又很健壮，那个好像概率确实是非常低。但是这个 long term care， 这个你看概率有多大？这里讲，如果1000当中人有5人可能会有防火的，这个比率不很高，但是1000人当中呢？会有70个人会有车祸，那么车祸当中你不能自理了，那就马上面临这个 long term care。说年满65岁的时候，我想今天可能会有一部分朋友哈已经到了65岁，啊，这个到65岁的时候，1000人当中就有70%或者700人会需要长期护理。我这个数字有点挺惊讶的哈，就像我们今天在座的就有很多。会达到这个年龄或者超过这个年龄，那么1000人700位就要需要这个服务了。所以这个真不是跟我没有关系哈，这里我还远哈，这个需求还真是非常大哈。所以说呢，很多我们讲这个费用哈，好多人是用他们退休这笔费用66%来支付这个钱。但是你不管怎么着，对整个家庭的财务这个规划这个理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呢最好就是说能有这笔专款，就长期护理这笔专款，将来有一天需要这个时候，哎，可以用这笔款来支付这个费用，这样就不影响你家里其他那些生活哈。好，那个这是一个人讲 My husband begged meNot to put him in a facility。 很多人我们一种这种恋家的这情节哈，希望都在家里，不愿意去其他这个医院哈，总之什么叫金窝什么什么不如家里这个狗窝哈，那种情感都是在家，所以希望在家里。那在家里当然你就得雇人来了，雇人来那就费用就要付出了哈。这里讲，哎，再回到那一 sorry。这叫90%需要 long term care 的男性有配偶作为照顾者，因为这个女性通常寿命比较长哈，但是如果女性90%需要护理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没有配偶了，因为目前来讲女性比男性寿命强哈，那个长哈。下个 page。 好，这个费用哈，大家看一看我们讲最便宜的Assistant living facility one bedroom 一年，这应该是一年的费用是57380。One bedroom， 如果 home health aid 40 hours， 一个 week 40 hours， 那就是6万块，就是你请他到家里来一个礼拜，
一天八个小时，五八四十个小时，就算是个full time 吧。那么这样的话，一年大概就有六万。那么 semi private 这个房间呢，一年就得九万八。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住的话，不要什么 a roommate， 要一个 privacy 的话，那一年就是六位数，是一万二。这个数字相当的惊人哈，就一般的话都没有准备这么好的这么多的钱哈。好，下一个 page。所以说这个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如果说2020年这个平均，这是讲俄亥俄州哈，平均这个需求long-term care 费用大概是6万5。如果到了2030年，就十年以后，哇，就涨了2万，就变成了8万5。到了2040年的话，就11万。如果到了2050年，你需要这个时候，那就差大概会有15万了。大家知道这个通货膨胀哈，就像铁维鞋一样，每年在涨。那么这个 long-term care 这个费用也是每年在涨。所以大家想想，如果你这个很健康，寿命活得很长的话，那这笔费用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所以要早早开始准备好这笔费用，好吧 ？OK。OK， 这又讲了那个长期护理的费用哈，这个五年就讲累的话，这个是3.7年要37万，男性就是。需要这个长期护理费用，如果男性2年多一点的话，那就22万。平均大概1.8到2.3年吧，这个就是可能会需要这笔费用，这个时间，好吧？小于100天的，43%的 resident， 大于100天的有57%，这个 resident。有大概20%就会需要这种费用，需要5年以上的，所以每个人的健康不一样，你可能要需要多少年这笔费用，所以就要准备好这笔钱哈。好，好，那谁来支付这笔钱呢？OK， 那么看这是2016年这个。data 哈，有这个 private， 就是当然是自己，就 after park， 这是 billing 哈，这是整个，那我想这是整个美国的费用，是以 billing 来算，这个如果是after pocket 会有占15.6%，然后呢还有其他方面个人的钱，有20%，降至30%。那么其中有 private insurance 才占7.5%，就说很多人还不知道，也不了解，可能也就没有做这些insurance 计划，所以呢，将来需要这笔钱的时候就得不到这种赔付哈，所以才占7.5%，很低的，其他个人的钱6.5%。这个 public 这个政府可能有Medicaid 哈，这个占了很多，就是家庭比较困难的话，政府资助了不少。所以呢，看得出来，你看这个 after pocket， 就你自己的钱就占15.6%，但是这个insurance 才占7.5%，所以我想可能还是大家不了解这个东西。不知道这个东西，所以根本就没有去 set up 这个 plan， 那将来有一天你需求的时候，当然你也没有这笔费用。所以呢，我是觉得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应该了解这个，然后看看对你是不是适合，如果适合的话，那么就尽早来做这个计划。当然年龄越小，这个支付钱就越少，年龄越大，你支付的钱就越多，就越难能够承受，好吧。好，所以我想这个 team 啊和大家组织今天这个讲的，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哈。我想让大家能够尽早来了解这个东西，然后如果这个东西对你适合，
那就早点做，免得将来我的还很健康，但是这个钱没了哈。所以好，这个出于爱和必要，家庭帮助，但家庭变小，居住距离更远，工作和其他职业限制了家庭成员提供帮助能力。但是呢，在美国不像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这个叫世代同堂哈，大家都住一起啊，什么几辈啊。现在大家知道，在美国东个西个，将来真是需要照顾了，还真是挺困难。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就说不能指望我们的子女哈，他们有他们的工作，有他们的家庭，很忙，所以还是要我们准备好这笔费用，然后可以请那些专职的那些专门做护理的，或者去那种 nursing home 哈，来支付那笔费用。当然，这个每个 nursing home 的 quality 不一样，理论上，钱越多的，当然可能质量就越好，服务就越好。我在国内也听说了一些比较差一点的那个 nursing home 哈，那个服务态度特别差呀，对这个老人又喊又叫的哈，一点也不尊重啊，这些事情都是有。所以呢，你这个费用越高的地方，就像酒店一样，五星级酒店肯定住着比较舒服，你要一两星的或者没有星的酒店，肯定是条件非常差，好吧？行，下个页。好，中产阶级家庭做好长久护理保障，避免规避风险的最好工具，留一份关爱给自己也给家人。对，这个做好了以后，真是对自己也有了一个交代。那更主要的是，也不要给家人，不要给孩子留下这个负担哈。我们也常大家常看到有句话是，将来我们步入老年以后，对子女最好的帮助就是我们健健康康，不给他们带来这个麻烦哈。大家都很忙啊，所以我们都把自己照顾好，各方面身体照顾好，这个钱费用我们准备好，不需要子女来为我们承担这些费用，这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助。好，下一页。好，长期护理的现在目前在美国大概有两大类，这个一类叫做报销型长期护理，英文叫 reimbursement， 这些呢叫做实报实销，你每月花了多少钱，你要把账单交给保险公司，保险合格以后批准以后再给你 reimburse， 比如说你花了3000块，再给你赔付你3000块，这种就比较麻烦，你要留这个收据，你要给发给保险公司，你还要等他们批准，然后再把支票寄给你，所以这个挺繁琐。那么另外一个很好，叫做津贴型长期护理，叫英文叫 indemnity， 什么意思呢？一旦这个保险公司确认你符合了长期护理这个条件这个状态，然后比如说我一个月什么8000块，这个 approve 以后，那么直接就把钱交给你了，就根本不看你是不是真正把这8000块花掉了，要不要把那个 receipt 再交给我们都不用。所以呢，鼓励大家，如果你们要做的话，当然就做这个 indemnity 这种津贴型，就少了很多麻烦啊。我知道有一家，一会儿马上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叫 Nationwide 很大的公司，他们的理赔就是属于这个 indemnity。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不少。这里有个例子哈，45岁健康无吸烟史女性购买了60万的长期护理保险。我们看一下是个什么状况哈。好，再往下来。好，第一个哈，它有几种办法来实现这个保险哈。第一个，做一个保障性的人寿保险，加一个长期护理，叫做 rider， 就是你要单买 long term care 这个 policy 的话会很贵，然后呢还是专款专用，万一你很健康，80岁90岁你也不需要人照顾，那这笔钱就很麻烦了哈。现在呢，当今比较时髦的是，你做一个人寿保险计划，
然后把这个 long term care 做一种 rider， 就像我们买汽车加个option， 买房子呀加个什么 option 那种性质来做这一个，那个当然费用很低，然后呢这钱你可以很灵活哈，所以适合这个很好，钱不多，钱不是那么高的，但是呢想充分利用这个杠杆效应以小博大，用最少的钱换一个最大的身故或长期护理保证客人。所以第一个叫做 Index Universal Life Protector 2， 这里都是讲的这 Nationwide 公司这个产品再回来一下那个，好好，这种挺好。另外一个第二个哈，就是讲一个67岁男性单身健康购买 Secure Care 3， 这个新型长期护理适合有危险，像一次性的或者分期5年10年付清的，对人身保险需求不大，只是要这种长期护理的，我们有另外一种或者 Care Matter 或者 Secure Care， 这是专门是long term care 的，跟没有保险的成分，好吧。好，下一页。好，这个看一下哈，到底我们做了这个计划，到底未来理赔是个什么个样子。你比如说我们做这一个计划哈， long term care 这个计划，比如说我们10万块就是投了理投这计划了。这个两年的benefit 呢，将有15万8888，这是一个例子哈，是 nationwide 的一个叫 Care Matters 2这么一个例子。那么呢，他还除了以外呢，还给一个这有个 rider 哈，叫4年 4-year benefit extension of a benefits a rider。如果你这只是叫做 long term care， 你要加个 rider 的话，还有37万7。如果2年加4年加一起你会有这个投出来的这个 benefit， 你会有47万6。Okay， 然后呢如果你真要是这个期间或者出什么意外了，还有一点点的这个death benefit， 不多哈，20% 这个 death benefit。 所以大家知道这种杠杆的作用哈，你通过保险公司用笔小钱，将来可以有很大的benefit， 好吧？行，我们再看下一页。好，这是个刚才回来哈，再回来。OK， 好，这就是刚才讲是用这个45岁这位叫方案一45岁，不是145岁哈。如果他做个60万长期护理这么一个计划，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呢？这个计划叫 Index Universal Life Protector 2， 是个保险计划。那么这样的话呢，按照公司这个电脑一算的话呢，就算他每年要交7534块，这叫 premium。那么交进来以后，他会有马上会买到这个60万这个人寿保险。那么只要说你这个 policy 批了以后，真又是哪一天很不幸的话，出了意外死亡的话，那保险公司立刻就赔这个60万哈，这叫death benefit。当然我们这个概率比较低哈，这种 case 相当低。一般来讲，大家都活得很好，都很健康，然后你就不断投，这里是投了15年哈，一共投了11万3。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这个一直有这个60万的保险。那么同时这个期间，任何你哪一年，刚才讲了有6个生理功能你不能行使了，6个礼拜其中2个你不能行使，你就可以 claim 这个60万的这个long term care。 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讲，我们就用叫 living benefit。 那个60万，第一个那叫死亡，你真要人出事了才会赔偿，但是如果人活着，如果有2个功能不能自理的话，你可以活着就享受那个60万，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叫 living benefit， 就你活着的时候你可以享受，好吧。下一页。好，如果你这个 很健康哈，一直这个这是另外一个了，刚才就是案例2了，那个就是67岁这个男性哈，
他一笔付了这个56,000的话，那么他这个这按3%这个来就是通货膨胀这个 compounding 的话，这个利息的话，你看他那个享受那个福利会开始不多哈，第一年你要想用的话肯定是不多，我会慢慢一点点增长，一点点增长。当然越往后你能用到的就越多哈，就像那个 Social Security 一样，你越晚 claim 当然每年拿的这个就越多，好吧。好，再往下。好，下面是 Q&A 了吧，是吧？好，我就给大家简单就是讲一下这个第一个大家可能很关心的问题，就是说这个 long term care 被 health insurance covered Medicare 和 Medicaid 他们都是一个什么关系哈？ Okay. Medicaid 和 Medicare not a realistic solution、Medicaid 很难拿到这边哈。第一个你要想申请 Medicaid 你必须要证明你这个非常这个贫困，你银行不可能超过有2000块的现金，所以我也知道有一部分中国人为了拿到 Medicaid 生活的很艰苦哈，这个也不敢就子女给钱都不敢要哈，因为一旦银行超过2000了你这个你就不 qualify 完那个5 year look back 你的这个资产哈，是不是你真有这笔钱，然后 option for care may be limited 也不一定能享受很多哈。这个 Medicare pays a maximum 100 days of care 叫 daily copay OK begin after third， 所以 Medicare 那些怎么享受，一般在美国要65岁以后才有资格申请这个 Medicare。 好，这边long term care is not covered by health insurance， 就通常我们大家买那个 health insurance 是不包括这个是不包括这个long term care， 它是个单独的保险。好，再往下。现在正好4:40，所以现在可以让人可以问我爸什么 question 吗？